这个是在过去的啊，再到下面，我这里呢，先把中间一条线啊画出来，边上的也勾出来。三种角度啊，都画出来啊。那么还有，头上的尖的啊，小的，它也有变化。这个叶子呢是不平的。那么像这种叶子呢，在颜色呢，有一点不同，这个面上跟底上的不同。面上呢是一种青的颜色啊，我们用花青把少量的藤黄调和在一起那么我们把它榨出来啊。再一下啊，它的筋脉呢，你把它揉出来，也挺有味道的。那么叶的底部呢，我们用砂石加藤黄，淡淡的啊。